以前啊，日本时代没有米来煮啊，那些穷嘛，有什么就放什么喽。OK， 好的，完了。这个50多年的经验了。太多水也不可以哦，没有水也不可以哦。人再老人都不会大大大大的啊。哦，不好，你这个不好。这个不好。不可以大大的哦，要轻轻轻轻。我吃了一号，我二号，啊，还有三号面啊，没有这样优秀，你这个机器的很标准的。再给它再油烧一下，又不要太烧，多一点蒜你比较香。好多油的哦，没油炸面不到的。水不滚不好啊，水要多，火要慢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你做的很好吃。